这个球打到是在中左外野方向，哇，落地形成了安打，果然又展现出来。现在要拼二垒，要拼二垒，传过来 ，safe。这个球了哦，让斯伟达能够攻占二垒垒包，那就是守备方面还要再加油。嗯，不够劲，这个球不管怎么样，就只能让它形成一垒安打了。这就是守备方面如果再突破自己，然后更好的一个能力，这个是可以做一个参考指标。当然又掉了一下，斯伟达又可能是因为这个球第一个时间就掉了一下再冲二了。